欢迎来到木子家的希腊生活记。之前我有做过一集视频，咱们是从大门口出发，往左转，去到一个附近的商业街。今天呢，木子从大门出发，往右转，带大家转转。其实呢，木子今天带大家出来看一下，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木子发现了一个世外桃源。这边呢有一个水沟，然后有一次希腊下大雪，雪停了以后很多天，这边还有很多冰水。那木子觉得这个水沟的水源应该就是伊米托斯山。这边呢有一个公共的篮球场，经常有人会在里面进行锻炼。这边附近有许多好房子，看上去年头很新的，所以法利奥这个区我觉得还是非常喜欢的，看上去不陈旧。哇，这个车是不是大家很熟悉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坐过吧，也都见过吧。我指的是在雅典啊。这个里面也有一栋小房子，然后呢有一个桥，过了这个桥就是到他们的院子。哇，有点后悔我穿多了，我穿的有点多了，走几步路就会出汗。很多小伙伴问我法利奥这个区到底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吧，这个问题很难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我的感官来看的话，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区域，生活方便，非常有生活的氛围，自然环境也不错。到处都是鸟叫声，让人感觉很舒服。好了，这个就是我今天的目的地。我走了几分钟，看一下，走了有八分钟。到了这个位置，很希望带大家来看看。我是呢城市里出来的孩子，而且是一线大城市，对于大自然有种特别的神往。上次我也是在附近转的时候发现了这么一块地方，
这是我想要的感觉。说实话，晚上可不敢来，白天的话在这边就像一个世外桃源。哎呀，木子的坏毛病又来了，点上一支烟。好吧，借这个机会点上一支烟，跟大家呢简单的聊聊天。看着这个自然的景观还是蛮舒服的。最近呢，咱们希腊的华人微信圈非常热闹，熟悉咱们希腊华人微信圈的也都知道啊，现在有些人特别火。那借这个机会，木子呢简单跟大家聊几句。首先呢，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任何事物啊，它存在一定会有它的目的。咱们微信的群也是一样的，一定会有目的。你要带着这个准则去看待许多的问题，那你的判断就不会产生很大的失误，一定是这样的，这是一个硬道理。那肯定有人会问，木子，那你建群是不是也有目的呢？那是很显然的呀。当时我们100多组家庭因为疫情的原因已经完成了希腊的购房，但是不能入境希腊。我呢就做了这么一个动作，就是把大家聚集在一起，通过现在的微信群，然后在我们的萨马蒂娜马库女士的协助下，我们逐渐的达成了目的，来到了希腊，完成了我们最终的永居卡的手续。这就是咱们群的目的，没有商业目的，只是一个大家抱团在一起，克服一个大家同时存在的一个困难而建立的。直到目前，咱们这个群已经有100多个群友，因为大家都陆陆续续也都过来了嘛，所以呢，咱们群现在逐渐就转化成一个在希腊生活的互帮互助的这么一个群，挺好。我呢觉得非常欣慰。咱们群呢，我不敢说我的管理水平特别的高超，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的话，还是就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山泉水一样，比较干净吧。咱们继续聊啊。最近呢，咱们熟悉华人微信圈的希腊华人微信圈的朋友们也都知道，有些人呢比较火，做了很多的视频抨击他们希腊的移民中介，甚至说成是他们几乎都是黑中介吧，这么一个观点。那对于这个事情啊，本身接入黑中介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好的行为，但是如果缺乏数据的支持，以一个自己主观的判断说希腊的所有的移民中介都是黑中介的话，这个我觉得是跟事实严重偏离的。首先啊，木子举个例子吧，就是我家这个房子，当时只是通过网上，我把我房子的地理位置还有一些描述，我发给我身边的一些希腊的好友去看，他们给出了判断，就是32万欧元在法里奥买109平米的房子，可能也是略有水分。但是呢，因为后来我们都很多的朋友们都陆陆续续来到希腊了嘛，然后他们呢有些还到木子家来做客，然后针对木子家周边的环境进行了观察，
也对木子家的房屋所有的赠送的一些内容啊，打比方独立车库、固定车位，还有储藏间，还有整个一个小区环境，还有内部的公共区域的环境，进行了观察以后，他们一致得出的结论就是，你这房子值了，没有水分。所以只是通过网上的一些数据去判断这些事情的话，我觉得很大的概率你是会被误导的，这一点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对于希腊的房屋怎么去判断它是否有水分，其实这个你说简单也非常简单，你说困难也非常困难，因为自己对于这个地方的房价各个区域不同的特征没有进行一个非常仔细的深入的考察，你就去支付定金购买房屋，那我觉得但凡你被骗了，你受骗上当了，我觉得其实更大的原因是在自己身上。因为希腊跟国内不一样，一房一价，每个房屋它的不同的品质、不同的建筑年份和它的不同的地理位置，还有内部的装修和它赠送的内容，都是影响房价的关键性参数。所以我觉得对于如何避免推中介，在这个问题上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自己的知识储备才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不要去听那些侃侃而谈，没有人可以对希腊房价做一个非常精确的判断。归根结底，做功课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做足了功课，你自己有知识储备了，在任何房源面前你都会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咱们看着这个山泉水里面的石子，每一颗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我觉得不管你找到哪个公司、哪个个人、哪个律师给你做事情，只要你每一分的付出、每一块钱的欧元的付出都能看到它是交到哪里去了，它是用来干什么的，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可以顺利的进行下去。相反的，如果山泉水流过，它不是清澈见底的，它是带着淤泥的，你不能看清下面的这些石子，那自然这个事情就没有进行下去的意义。如果进行下去，你一定会蒙受很多的损失。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黑暗，但是灰色区域永远是会存在的。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支持木子做视频节目，非常感谢，咱们下期再见。